我们看22.8了哈，它利用那个22.7的结果，22.7这个结果，它算哈这一点它电场。好，我们一看哦，这个 V 的话哦，它是跟 Y 有关，所以我就知道哈，V 对那个 X 的偏微分哈等于零，等于零啊。那对那个 Z 的哈偏微分哦。也是等于零，哦啊，所以它只有在 Y 方向它有电场，所以是让它的那个电场哈，这是 E Y 哈，等于负的多少呢？Run V，Run Y 嘛，啊，这常数提出来，啊，第一项哈，对那个Y 微分，这是二分之一的。a 平方加 y 平方啊，二分之一减一是负二分之一啊，啊再乘以多少？这个再对 y 问，就是二 y 啊，啊扣掉啥？y 对 y 问是一嘛，那就得到这个答案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二可以约掉了，跟到多少呢？a 平方加 y 平方。哦，这 y 减一啊，哦，这个就是答案。哦，电场，然后那个前面加个负号，哦，前面加个负号，啊，所以它的电场哈，一，我们假设这个方向是 z 的方向啊，这等于负的多少啊？负的 a 平方分之2kq，那这是。a 平方加 y 平方啊，分之 y，啊减一，啊这样，哦这样子，也就是说，是这个样子的哈，我们来先来检查一下，如果是 q 是正的话，那 q 是正的话哈，那是往 y 嘛，好，那 y 是正的时候。那这是小一啊，这减起来是负的，啊负得正，所以是往外。啊，如果在底下的话也，底下的话也是满足的。如果在底下的话，哦，所以最好哈，这个 y 给它取一个绝对值，在底下再往下。我们现在讨论的话，是都是 y 是正的时候。啊，如果 y 在底下的话是往下，所以你就要取绝对值，所以答案就是这个。